操！这样我已经爱上炸炸了。对，我已经爱上炸药了。嗯这么远，还有一个还没偷偷来，这个很怨气。光秒在哪？嗯，阿金，你有看到他们光吗？哎呀，我在挖矿啊，对吧？林洋洋放下，有人想炸我们的玻璃窝？好，好，他路过了。有人在我们家？啊，炸我们的玻璃窝！炸我们家！咦？哦。很凶、欸，他炸完坐船绕跑了，有机会绕跑吗？炸完就绕跑，想炸船绕跑，那我搭你的船好了，友好，啊没中，我到你面前了，国王小心，他们国王顺走，他们国王顺走，是哪里啊？中间，看到中间了，看看看，我刚刚打他一半血了，哎，嗯，国王坐船了，啊可惜。没有办法追击，我跑回去了吗？走吧，出发了，炸炸起来，炸起来！是他们光逃走了，可惜。两个没，那船上打不到，那船上应该是打不到吧？走，那就不要理他吧。苦力怕把他先弄掉啊，苦力怕我们。哎呦，巧克力人。哎，这边有装备。嗯，我们的鸟都是我的，不准接近我的鸟。那个开船过来的是谁啊？开船底下跑去哪了？开船的吗？还是开船的吗？没有，他们光回家了，回家了。回家了吧？把他接下来。嗯，这游泳还没丢到。有，别逼我去用个鞋子哦。你这边还有经验吗？他有钱，他转头想射我，很震惊，居然是有钱的人，震惊，震惊六十亿人，太多了，加油，炸一炸，炸一炸，对，加油，加油，把你们头炸掉啊！你丢下去，可以帮我复个工吗？可以，我丢下去了。你有经验吗？箱子有两个强力三。哎、欸，我捡到他们的强力二。箱子有两个强力三。我有十，我有十一的。赶紧他们家。啊！有人一直在射我。那个是敌人是不是？那个？自己人吗？这给你强力二。嗨，我们对面老鹰上那个是敌人还是敌人？怀疑我的啦，这边老鹰对了，对面老鹰像是敌人吗？还是？啊，我在炸他们啊，我在炸他们啊，自己人，自己人，对面老鹰算是自己，对面老鹰是哪一个？嗯，哪边啊 ？OK， 我们家看出去左边是他们的。哎，我礼物还没有放箱子哦。那是谁啊？敌人嘛，他往回射，他在射我啊，他在射我啊。什么什么？火焰弓那个。举盾那个是谁啊？在我们家酱油啊，我啊，酱油啊，好嘞，酱油。往回射，是我，是我，不要射我，这是我。回事，不要射我，酱油，是我怀疑，我天。跳一跳啊，跳一跳，你知道啦。我刚刚想说是谁一直对我们丢手榴弹。酱油，酱油，我丢啦，我丢对面的船哦。哦，好好好，可以。还叠加哦。他们国王在他们家船那里，看有没有要想要冲。家里。哎，有人有人，我没有了，换你。谁在炸我们家？可是都没看到人啊。嗯，你吧。哎，不是，我都还没丢哎。这有你来，你去杰瑞那边啊，那边比较好丢。杰克最细。啊，我就问他，那杰瑞有没有？给我杰瑞。亲戚。早知道不要让他来了啦。笑。等一下，他好像还蛮 peace 的。那你要去捡船吗？船。哎，我也有一艘。哇，有点。嘿，没关系，我送他这个好了。啊，你没丢到，好可惜。哎，嘣！嘣，下来了，上钩。下来了，下来了。
哎、欸，那个那个。OK。嗯，这个这个，我们的国王也太凶了吧！哇，是不是一样？所以跑到他们家那里去了。等到有个人坐船拿旗子。战旗，我们自己家的人哎、欸。二零后面，二零后面。我在看他们国王在哪、啊，让他出来玩。都是国王互相交流一下，交流，来聊聊天啊什么的，喝茶一下，对啊，喝茶喝咖啡啊什么的，聊智慧啊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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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心小心，我防爆，你家那里怎么会有这小屋啊？这中间。防爆保护，我看你哦哦，你在那后面讲架话嘛？你是傻、啊？我刚好嗷一声啊！嗷嗷嗷！要是我做辅导强势，好，强势不就很好了？强势还不错啊！我想说没有无限火，无限火是啊，我回来了。对，我也这么明显。毛毛的，谁的摸屁股？毛毛的，摸你屁股、啊？下一次觉得屁股毛毛的，回头一看，感觉看一下你们脸有没有开着啊？你说屁股上门吗？什么鬼？什么东西？什么门？越讲越快了。你讲清楚哦，什么门？哎，我帮你讲明白。说清楚，讲明白。不知道在讲什么门，我不知道。怪怪的，怪怪的哦，怪怪的哦。我们看啊。哦，在2200分。好，太渣了。哇！炸起来，酱油炸起来，炸起来，炸起来！我要换很多炸弹。二，准备准备，好，对面的，请自己注意。原来你看着我牛排看那么久。哎，我的牛排啦！在干嘛？谁刚是口误？酱油踢走。有有有有有。有事哦。可以快进，准备喽，走喽，走喽，前喽，前喽，走喽，前喽，走走走，先坐车，排队排队，帮你们领钱，真的是帮钱的领导，领光领光，行不行啊？我先把钱放箱子吧，你也可以赌博啊。我的钱，你马上我的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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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衰哦！谢谢，谢谢。赌博赌一下，赌一下。这样赌三次只中一次。赌啊！我也是，我也是。赌啊赌啊！炸弹兵这也很夯哦。哎呦！然后就等下炸弹就清楚了喽。哎呦！快了，快了！不要讲，不要讲。已经叫出来了。谢谢帕克兄弟讲出来了。不会吧？哎、欸，对面全都是负的，我们是不是太残忍了？你还没看过更残酷更一点？更残酷？没有啊，有人有800块。OK， 他们很勇啊。嗯，那边怎么没事？国王，你怎么没事？国王，国王在哪里？国王在哪里？国王在哪里？我在他们家，我在他们家。你居然冲过去了？你怎么没事？国王，你怎么没事？国王，国王，有有有，他开始有事，开始有事。没事，国王。哎呦哎呦哎呦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我把东西丢掉了，拍谁？哎呀，是怎样？哎呀！哎，怎么被反被杀了？我在你后面，我在这里呢。杨，等下炸我！他们家国王在他们家里哦。杨，等下炸我！杨，等下炸我！他想要解除那个多久啊？还发光？小可以。换了，换了，换了，换了！我没事，我没事。国王，国王，他是在水里吧？打他！没有，我刚刚换位置了，所以刚刚在你那，除非他跳下去。我丢他炸弹，可能好像掉下去了。那中间水下，大家可以准备。啊、不是顺走了。我二零，你是跟人家结婚了是不是？那我是恒心，你怎么在帮跟人家盖房子？在帮盖小屋是不是。恒心好像是那个在游的那个。是啊，右边。可是我射了两箭弹哦，我现在很恶心。这个是游那个吗？是游那个吗？不是啊，这个七滴血啊。在豪宅。没有拿旗子啊。要拿钱这个是他们的吗？杰瑞，游泳的吗？游泳的，对啊，这个是他们的。好，交给你了，我怕炸飞你。这个也不是啊，你要你就可以炸边边啊。逐渐排查，把会发光的看一看就知道了。感觉是在对啊，国王嘞，应该是回家了吧？干嘛？这么快啊？巧克力，你去死！我看到了，在他们家，不用死啊！去死！看，每次说你去死就看到了。对，每次叫国王去死就看到你们盖家都。二里到底在干嘛？盖家。然后我损失一个。啊，
哎、欸，那个妹子跟我说摇头、欸，哎，开始摇头啊！打出来，他只要209，那不用了。啊，他先找到202了啦。人家想要跟20爱的小窝。那我们去介入他们，去介入他们，我去介入他们。一堆头盔狂。有炸弹，有炸弹，我看到炸弹了！我的家，妹子说，我的家，我的家，我的家。你的家，他们家唯一发光的就是光啦。好，没发光都给你看。来，炸弹一下，保卫二零的家。等一下，难过，我还帮他盖了半个屋顶，还被踢出来。光半血，光半血，在吃金苹果。被房主踢出了。嗯。哎。这是蓝色旗子那个，上面的不是，对，唯二唯二。二里，你还跟你讲楼上。上去，上去。你怎么那么痛啊？好扯、哦。看到了，在后面，这边。砍死他，砍死他！为什么射三四箭射不到？可恶。他无敌。还有吗？啊。他无敌，等他一下，等他，等他一下，等他无敌，他等他一下。快了。全面通气光。差不多，上去了。打起来！可以，快点，可以射他。你叫监视器啊？就是，往上看一下。杀他！他无敌，我刚刚没有，我刚刚传送上来，想怎么那么高啊？然后就是感觉很像一栋房子，然后我就看到二零跟他的小两口。哎呦！他要往上贴了。哎，不可以打扰人家，会被雷劈。没有，就刚好是一个监视器的位置哦。你看人在做天在看，刺激的吧？对啊，他就在前面。分数快到喽，给牛排，牛排，我的牛排。头顶绿绿的谁？谁？不是我。是谁？等一下，那个是谁？本机谁？哦，本机了。本机，救命啊！小雨没事，小雨没事。小雨在哪里？哎呦，在射。哇，好久！他们光血很少呀，在亮的那个，我暴君了，你暴君了，我要回去买炸弹。啊，怎么浮上来了？最后一条就是他们光了。对，坚持要打我是怎样？光掉了，有了，可以了。我还有抗性，难怪。繁星拿了，繁星拿了，我拿了吗？嗯，你拿了吗？你快走！我拿，我拿，是我拿。北七哦，想说，你传到人家家里干嘛？你快走！快走！逃啊！这是谁拿到？杰克，他在。哇，谁打我？右侧。杰克，过来，杰克过来这里。那个爱的小屋，刚谁打我？去死吧！我在里面。刚有人打我，不管。是不是有人死掉？这已经没什么人要了。小心抽弹！队友，不要乱打。二零的家，我只是看戏而已。啊，你们谁打了？我丢了。好，等一下，我在打。哇，我刚买了一堆炸弹。太万丈了！哎呦，刚刚装的是他，竟然是小雨啊！你现在放不出来啊！死掉的是我。你刚刚脚下忽然有那个手榴弹，我看到人在丢，好不好？奇怪的，是有人还好人他们小屋啊，然后我就被波及了，这么快？人家小屋哎，八补一下，被炸飞，那回头看你们。怎么队友？我炸的都是队友，没有炸小窝。哇，那个家就像被炸的这么稀巴烂的。稀巴烂。他真的帮你们修补啊！多暖心。快，帮忙修。帮补一下，把那小屋炸成这样子。又要哭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家。还要哭晕在厕所里。我的姐，那时候拆人家的墙，没有，应该多一层。
好啦，帮你弄美美的。海边小屋应该要这样子啊。美美的。我帮你盖地板啊，不要谢谢我。这边这边，不要等下。为什么要帮蜘蛛王？来来来。谁放的啦？我来帮忙放，要放蜘蛛是不是？他欺负不来，摇头。那、啊、就哎、欸、哦，你们盖上面哦。没有没有。搬砖搬砖。原来是建筑大师们。这个在干嘛？休息。你要放一个海龟蛋啊！海龟蛋。拜拜。休息休息。拜拜拜拜。啊。还在装潢，还在装潢。啊。没有，我前面其实知道我是间谍，我后面故意是装说，哎，我是吗？这样子很多、啊、很多都要演到底，有没有？搞不好我演到最后，然后第三天还是抓不到我那种感觉。嗯哼，对吧？反正就第一回合，我又是间谍。哎、欸，我真的是后半年完全没当过国王、欸，哎，好开心哦！啊，感谢今天收看啊！如果喜欢我的影。每次我后面截我的音轨都拉很大，因为我每次不知道为什么后面讲话音轨声音都特别小声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，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，那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拜拜拜拜拜，是不是觉得很眼熟欸？大家拜拜。